在近期大火的综艺节目《我就是演员》第三期迎来了豪华级嘉宾阵容，有《延禧攻略》中的纯妃明玉、李公公，《甄嬛传》中的沈眉庄、锦汐姑姑，《宫锁珠帘》中的席香。在《延禧攻略》中的李玉公公和明玉都是活宝一样的人物，很多观众都被他们圈粉。在《延禧》中黑化的纯妃往明玉身上放入银针，让很多观众心疼不已。在《我就是演员》中还是原汁原味的宫斗戏，我们的明玉小可爱还是宫女，纯妃还是纯妃。不过这次要宫斗的是兰溪饰演的沈贵人和杨蓉饰演的安贵人，明玉还不忘喊话，只要不拿银针扎我，是时候让大家看《延禧宫二霸》和养心殿一把手的厉害了。